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是1:30左右。刚刚呢，就是骑车出去啊，买了，我最近想要改，就是把耳环改成，就是耳夹式的耳环改成耳针式的耳环，就是这种耳夹式的耳环，这种耳夹，因为这个夹的其实，耳朵还蛮痛的。买的时候我还没有耳洞，那我现在想要把它改装成针式的那种，就是长这个样子。我刚刚去书局买了这个，想说来改装一下，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好，然后我刚刚还去买了这个收纳盒，可以收纳我的耳环，近期买的耳环，圆形的这种耳环。对，好，然后呢，还有比较可爱的，像是有史努比，然后还有抱抱龙。抱抱龙，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就是第一次打耳洞，然后穿进去的耳环。那我是放在这边，因为我这几天会替换这种耳环，所以我这几天是用耳棒这样子一盒。那今天这四个呢，是我要来替换成耳针的。对，好，那我大概知道要怎么做。我刚刚已经把可口可乐的改好了，它是长这样子，我改好了。那现在呢，要来改富士山的。我现在呢有点改装改上瘾的感觉，又要来改装了。就是我之前有买一个这个项链，应该不是像项链，它是手链，花花的手链。那我昨天就是想要帮我的小猪呢缝衣服，这我昨天是我自己缝的，这个衣服是我自己缝的，你可以看一下里面，就是 应该这是我一针一线当个慈母缝的衣服。好，然后呢，因为我就想要就是让他装饰一下这个他的衣服，所以我就把这个花花呢，就是从手链上面的花花剪下来，然后缝在他的衣服上面。那因为我想说，这个手链就是也没有也就不会戴了嘛，因为它已经坏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把这个上面的黄色的花呢剪下来，拿来做耳环。已经把它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超喜欢欸，我觉得戴这个一定很好看。因为我原本想说，就是我应该是不会拿来戴手链，所以呢，我想说，那我就把它改装成耳环呢，不知道如何。结果好像还不错欸，OK，超棒的。
嗨大家，现在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我缝到现在，然后刚刚已经差不多把它缝好了。没错，那它就是一个吊带裤的概念。那里面这件衣服呢，其实是我之前买 XO 儿子的衣服，对，是伯贤的衣服，然后它刚好可以穿，所以我就把它套上去了。然后你看下面都还有一点小瑕疵，那我之后会再修改。最主要就是大概给大家看我刚刚到底缝了什么东西。刚刚从10点还是9点多就开始缝了吧，对啊，缝到现在。好，那我们明天见，拜拜，再见。大家，我现在呢想要把这个手链，这是我之前在虾皮上面买的一个手链，我现在呢想要把它改成耳环，因为我昨天就是影片前面呢有发一只这个制作这个的耳环，那它其实原本也是手链，那我只是把它剪下来，做成了耳环。那我现在想要做这一个的颜色，因为如果把它做成耳环的话，其实戴上去其实还蛮可爱的，对。然后我现在呢就是要来做，把这个花花也剪下来。我已经做好了，各位，我已经做好了，超级可爱的。因为它原本呢是一个我不会戴的手链，就只是觉得很可爱，然后就买它了。但是后来我把它改成耳环之后呢，就让我有想要带出去的那个欲望，超级可爱的，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夏天。现在呢要准备出门去牙医诊所了，对，那我刚刚在剪片这边，那也就是呢这支影片，就是我会把它放在一起，喜欢利用一些时间，然后把赶快把片剪完这样子。对，那我现在要去牙医诊所，那我大概可能晚上不太能录影了，因为就是我等等可能
牙齿，就嘴巴这边一定会打麻醉。那我上次呢去看了牙医之后，就是整个嘴巴这边完全没有知觉，所以整个嘴巴是塌掉的，就超级丑。所以我可能要看明天的状况，我就先去诊所咯，那我们等等见，拜拜。그러면일단뭐아무거나라도생각해봐시험을봐야되니까알았지我刚刚呢出去吃饭，就是我刚刚去吃部队锅，我真的是好想吃部队锅，因为我最近都在看韩剧，所以呢就很想吃部队锅。好，那我的重点，那现在呢是下午的3:30，那我现在呢想要来整理我的随身包包。在这支影片前面的片段有看到我在整理行李，对吧？不是因为我要开学了，就是距离开学还有一个礼拜，那我要出国了，就是明天呢我要去日本玩，所以呢心情非常的兴奋跟期待。我现在呢要来整理我的随身包包，那我随身包包呢总共会带两个，对，好，那一个呢是后背包，那一个是斜背包。现在呢想要来介绍就是我的随身包是什么。我第一个后背包呢是这个，应该不陌生，这个包包是 Kanken 包，那我就是会带这个包包。那这个包包呢它的尺寸是15寸的，也就是最大的 big 的 size，然后它可以背，就是我常常把它背去上课，就是我那几个礼拜上英文课都是背这个包包去的。对，那这个包包就是可以放我的笔电啊，然后书可以放很多，反正它的空间就非常的大。我买的不是专门放笔电的，所以它是这种细肩带，那也不能放太多东西，因为其实会比较容易造成肩膀的负担。那我这次出国不会带电脑，我只会带我的平板，其实平板就基本上就是剪片用的。对，就是我跟大家说，因为我现在都是用平板剪片的，比较少用电脑。电脑就是只是放个音乐这样而已。因为我回国之后，就是准备紧接着就要开学了，所以我剪辑的时间也没办法很长，就想说赶快把影片出一出这样。
因为要开学了，所以我的笔电就不会带去，就是只会带平板而已。 OK， 那这个包包呢，其实我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白色的呢我已经放在行李箱了，就是我总共会带三个包。会不会很夸张？没有，就想说就是可以搭配就是不同的衣服啊什么的，就有不同的颜色。我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他们两个的构造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一个，这边一个扣子打开。它这个包包它是没有那个拉链的，那这边呢还有一个扣子，就是这样子扣起来的，所以我是觉得还不错。那它里面的空间呢还蛮大的，而且它这边里面还有缝一点小夹层在里面，那我是觉得还不错。而且这边也有一个拉链，小内衬小拉链，可以放一些比如说像是护照那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可以放在这里面。 OK， 这样子然后就把它扣起来，然后外面呢再扣一个，所以呢它是有点双重保护的感觉。对，那另外一个白色呢也是相同的构造。那其实这是主要就是给你们看我整理的过程，不会跟你们说里面有放什么，因为我未来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包包里面有什么，所以呢就先暂时不公开这样。对， OK， 那我们等等见，拜拜。